没锁，你进来吧。哎，可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做了。你看你来了也会提前跟我说一声。你饿不饿呀？我去给你做点饭吧，就。不用了，壮壮，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。你说吧，坐。我不做了。卡里有20万，你拿着，就当是这几年你供我上大学的钱，我还给你了。可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们将来是要结婚的，我的钱就是你的钱，用不着分那么清楚。小程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交了一个男朋友，他挺有钱的，他虽然比我大几岁，但是对我特别好，能给我想要的一切。我们分手吧，这个钱你拿着。可乐，你再给我几年时间，我一定给你想要的生活。想要的生活？想要的生活就是住在这个破房子里面吗？我想要豪车，你能给我吗？我想要出门买一个包包，我可以毫不犹豫的去刷卡，你可以给我吗？你一个月就那几千块钱，你怎么可以养得起我？我们分手吧，以后别再纠缠我了。可乐，可乐，可乐，可乐。我走。梁晨。可乐，我告诉你。我对你啊没什么感情，还有我有老婆，咱们之间不可能的。你不是说过会跟我结婚的吗？你做什么梦啊，还结婚？你在我们家除了吃喝逛街花我的钱还有什么用啊？啊，走吧，别来找我。梁晨，梁晨，哭呀！他把我赶出来了，他说他不爱我了，跟我只是玩玩而已。我现在真的好后悔，好后悔当初抛弃了你。你原谅我，我们重新在一起吧。小程，我已经有自己的家庭了，而且我也是马上要当爸爸的，我老婆她也对我。小程，你跟他离婚吧，我也可以给你生孩子的，我们重新在一起。我最艰难的时候是我老婆陪我过来的。我现在都无家可归了，没有地方去了，我们在一起吧。我现在也帮不了你什么，这里有2000块钱，你先拿着。小程，